咱们的坐骑三天体验卡到期了，现在要去泰安给人家还车。我在路上无聊，所以喊给了胖厨子跟我一起去。出发之前，咱们来美美的吃上他一顿上好的牛肉烧饼。闯荡江湖走四方，大口吃肉没毛病。咱们要的这牛肉烧饼还是加肥的，哇擦，一吃满嘴流油，没底恨。肉往这种新鲜出炉的热饼里面一夹，那简直太好了！来吧，老哥们，咱们美滋滋的吃饱，闯荡江湖去！我还要了碗牛肉汤，胖厨子要的是一碗凉皮。这样的话，咱们共计消费44元就搞定了一顿早餐，下午2点吃早饭很合理。我命由我不由天，自由自在，方显男儿本色。好，我现在陪亚山去还车了，一会儿咱到泰安看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哈哈，过去看呀。他真是要过去看看，还说陪我去还车。上了车就开始睡觉，一路到地儿就没醒。这婴儿般的睡眠质量啊，真让人羡慕。胖厨子他真有些闯荡江湖的气质，就这种随遇而安的态度很难得的。到地儿之后把车还给了人家，体验卡到期之后的胖厨子还有一点小失落，跟咱们说道他以后挣钱了第一时间就要买一辆上好的车，然后开上他去闯荡江湖，尽显男儿本色。还完车之后打了个的直奔泰安市里，来都来了玩一玩逛逛街嘛。胖厨子逛街打一歇后语，哼，尽显男儿本色。这还是我发现到这个事情以后有意捕捉下来的镜头，大概拍了有1/5，要不说还得是人胖厨子呢，活的那叫一通通。这种死不要脸的纯粹让我好生羡慕啊，不亏胖厨子这辈子他吃不了亏。一开始我以为他说的逛一逛看一看是想去看泰山的，浅了，是我肤浅了，老哥们。看了会儿没啥意思，跟胖厨子一人要了碗糖水，查了附近有一个夜市，咱们准备过去吃点东西去。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可能不太了解，胖厨子就是水子，他本身就是我们济南本地的一个网红。到泰安来玩了啊，看泰安的夜市啊，大排档。看到没，他面对镜头的时候还是有些基本功在身上的。有些咱们自己的粉丝老哥喜欢开玩笑说，哎呀，胖厨子遇到咱们是他的幸运，被拍红了。其实话还真不能这样说，老哥们，没有机会是会凭空落到谁头上的。打铁永远他得需要自身硬，谁一辈子都能走两次运，能不能抓住那就全看自己硬不硬了。知天命尽人事，方显男儿本色。在夜市里逛了一圈，胖厨子直呼没意思，所以我们俩就一人要了个椰子，边喝边去他给咱们推荐的一家烧烤店。刚才逛街的时候他还给咱们说，这街逛的不习惯，出门竟然没人要跟他合影。他带咱们去这家店我是没有听说过，不过他们都是干烧烤的嘛，好像还挺有名气的。来整一段探店后比多真假。厨子说今天泰安某某某烧烤两个人消费201块。串上来之后咱们狠狠地测评他一番，先说结论吧，不好吃不值当的去也别问是哪了。就这样说吧，胖厨子其实厨艺挺次的，他都觉得一般，你们自己想吧。说完这平平无奇没滋没味的一餐，咱们这自由自在的一天就要快进入尾声了。这种生活真不错啊，老哥们，晃悠一天是一天，天天不一样。就在咱们吃完饭恰上一根小白姜，正在研究晚上去哪休闲娱乐一番的时候，他们的厨师长突然间端着一个果盘送了过来。我就说嘛，胖厨子他是个网红，在我们济南及周边地区还是享有一定声誉的，属于妥妥的有面子但不多那种。来吧老哥们，吃果盘了。这时胖厨子用脸换的，其实这个事儿我还挺纳闷，他们的地摊子为什么会有果盘这么高级的产品。吃完烧烤后，咱们跟胖厨子又在泰安的夜市街头一人微微的整了一顿。别问问就是吃果盘吃饿了。接下来咱们要去哪玩耍呢，老哥们，出门在外自由自在。我新买的电瓶车被人偷了，就跟假的似的，全新的崭新的就在这儿没了，上好的大电车被人推走了。你说我容易吗？习题电瓶车美滋滋还没来得及展示呢就没了，本身就在这停着，好好的一辆电瓶车，这事很烦啊，真的。这个私人坐骑可是咱们正儿八经氪金买的，反正我是要打算较真一下，一切按流程办的。都这年头了还有人敢到人家院子里抬走一辆上锁了的电瓶车，你真绝了老哥。为了及时止损，下午的日结活还是得去干一干，一个新产品发布会活动的冲场工作，就是过去打打杂签签到什么的，熟人的活嘛，工作很轻松，来干一下午就能到账10来块钱，还是很美滋滋的。哎呀，不过咱们电瓶车丢了，因为处理这个事情下午的活还迟到了一点，但是还好没耽误什么事儿。等活动开始后，这些小甜食咱们都是可以吃的，不过我的心情不太美丽，吃不下去，根本吃不下去，因为我电瓶车丢了，我刚买的电瓶车崭新的，一次电都没充过，就这样丢了。虽不足以痛心疾首，但依旧很难过，一下午都心不在焉的，只能吃个美美的小甜品来缓解一下自己的心情啊。绿色的和我的电瓶车一个颜色啊，好难过啊，我的电瓶车就是这个颜色的，绿色的啊，你们看头两天视频拍到了，绿色的电瓶车没了。对于这个事儿，我生气之余竟然还有些庆幸，哎呀真变态。我生气是因为咱们电瓶车丢了，我庆幸也是因为咱们的电瓶车丢了。一辆电瓶车对咱们现在来说虽然是个大件，不过也算可有可无，没得骑咱大不了不骑，上班迟到了大不了不去，咱们闯荡江湖的踏个卵。幸亏丢车的不是哪个需要天天奔波的外卖小哥，幸亏丢车的不是哪个刚来大城市打拼需要天天骑电瓶车上下班的学生，幸亏丢的是咱们的车。如果说假如啊，今天在城东村里必须有一辆电瓶车被盗，那最优的选择可能就是咱们的车。我可能需要收回刚才说的话，看这个情况咱们还挺需要一辆电瓶车的。说起来咱们闯荡江湖这么久，三教九流牛鬼蛇神也是见怪不怪，可这小贼啊他真是不太守规矩，跑到城东村里去推人家车子，你还能找个穷人再多的地方下手吗老哥？
哥，是你得活，你就吃这碗饭呢，你就爱自由，就喜欢坐牢，是没错。可你让人家怎么活？不说你干这行得有个什么道义有道哈，但改着穷人下手，确实没水平。一路蹬着自行车回咱们体面人公寓，倒是还有别样的风景。路上还见了一个相声馆在外面摆台子演出，看了一会儿美滋滋。二弟，姓关名羽，字云强，家住山。如果是有电瓶车，咱们还体会不到此等风景呢，也算因祸得福啊。路过一家我们济南这边的传统点心铺，进去买个无水鸡蛋糕吃一吃。其实这个味道是那种很普通很普通的鸡蛋糕，但是走过路过买一包回去放着吃也没啥毛病。咱们接着出发，又是一路来到了西市场这儿。本身想吃个鸭肚饼呢，但一看还这么长的队，算了，排队咱们是不可能排队的，戒备几期不可能排队的，插队又不会，仅能远远的看一看，不期了这样挤。哦，那就只能去前面七个童子鸡好了。哦，我超喜欢吃这个鸡的，卖杂鸡的老哥是一个人才，说话口难听了，但是该说不说的，洁癖童子鸡名不虚传。你看人家这桌子擦的，此等卫生标准，你放到哪都是相当炸裂的存在。16.5吧，这一个炸鸡腿不算便宜哈，不过好像在哪也都超过这个价格。每每消费一番，然后去吃个饺子吧。咱们就来到饺子馆里，边等餐边吃我们的鸡腿。这个鸡腿我给你们看一个特别的特点，就是要用这种双重啃进去，它特别的软烂，软烂到一个炸鸡腿可以直接拿筷子夹下来吃，毫不费力能达成这样效果的，反正我是没见过。来吧老哥们，让咱们一起美美的吃饺子。韭菜虾仁馅的大饺子，绿油油的韭菜一吃美滋滋。咱们电瓶车也是绿色的，咱们的电瓶车丢了。看老哥们，这就是咱们失而复得的电动车，仅仅被盗一天就成功找回了，美滋滋。骑车子回来的时候，叔叔老哥还反复提醒我，自己平时的时候要注意个人财产保护，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嘛，防人之心不可无。所以咱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准备一步到位，想把咱们的车推走卖掉。哼，晚了，我先下手为强，这叫什么，直接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怎么样才能万无一失的保证自己的车不被偷？哼，根本没有车。来老板卖车，狠狠检查，原版原漆，美女一手，自带几箱，准新车一辆，做出了这个决定。现在我整个人都散发着智慧的小光芒，与其冒着被盗一分没有的风险，我还不如亏个大几百，直接把它处理掉。这是多么高明的人生智慧啊！曾经有一位世外高人跟我说过，青春痘长在什么地方最不让你担心？长在别人脸上。咱们举一反三了，就开始。钱怎么样保管最安全？花掉，狠狠消费掉。电瓶车同理，卖掉，直接卖掉，换成钱花了。怕丢呀？怕丢赶紧花，花完了就没得丢了，直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老哥们，咱就是说这波财产保护做得到位不到位就完了，真实不真实，其他的都多余了。1500块大洋到账，消费狠狠消费，赔多少你别管，江湖上的事儿你别管。其实对于咱们这种闯荡江湖浪迹天涯的人来说，除了那种随身能携带的资产，其余的全都是负担。我并不觉得一个交通工具，一辆电瓶车，甚至是一辆车能给我带来什么自由的感觉，都是负担，都多余啊。我想要的江湖它好大好大，没有哪辆车能装得下，再快再野的车它都不如一具孑然一身自由自在的躯体来的自由。突然眼前路过了一位正在喝椰子的小美女，手里的皇冠小甜水瞬间不香了。不行，咱也得喝，咱有钱，立马来到卖椰子的水果摊上，让老板给咱挑上一个饱满又水灵的。对，我喜欢嫩一点的，水多那种。我说的就是椰子，你们别乱评论啊，真下头啊。你们这一群手指已经放在键盘上的人，美滋滋的消费10元拿下，上好椰子一个，边喝边往网吧里走。这世上最屌的交通工具那就是自己的身体，如果无牵无挂，那真是想去哪就去哪，想在哪就在哪。别的不说，起码我在大马路上蹲着不会有人给我身上贴个条吧，主打的就是个自在，孑然一身，神仙老子管不着，没车怎么了，无产阶级才是最屌的。来到快乐的网吧里，开始美滋滋的上会网，玩一会儿饿了，然后咱们再下去吃点东西去。今天咱们挣了1000多呀，花不完，根本花不完，可以去吃点好的。什么？你别纠结赔多少了，行不行？咱们闯荡江湖哪有赔钱买卖，还是挣的，都是挣。花了的钱那就是已经花了，你花2500买个电车，你把这2500一给别人，哎，这2500跟你1毛钱关系都没有了，对吧？后来咱们又把电瓶车一卖，是不是瞬间到账1500？这1500到手里了，是不是挣的？那必须是挣的啊，纯利润，2500已经花出去了，花出去的钱跟咱们就没关系了，根本不用纠结那2500，现在就看着咱手里这1500怎么消费就完了。美美的黄焖鸡你就大胆吃，哎，你别管江湖上的事，你别管，咱们这账算的它一点点毛病都不带有的。今天就是狠狠的挣了1500，狠狠的挣，而且挣到手的钱那还不是咱自己的，得消费了的才算，买房买车那也不算，得是狠狠的花到自己身上。买房买车听着就透着一股不自由，哪有说走就走无牵无挂来的自在，花钱给自己找痛快这事儿咱们是绝对不会干的，钱就得花给自己，吃了喝了享受了。什么是高级享受？那当然是学习了，不然还能去捏脚吗？